三日独卖巨人在台北大巨蛋出战中信兄弟，其中最大亮点就是两队的啦啦队女神于一、三垒的舞台热舞为球员们应援。此次独卖巨人队专属啦啦队 Venus 出动八人，由队长伊藤 Riona 领军 ，Karen、RUUI、Emma、Wakana、Ami、Manami 和 Miyuo 兄弟 PS 女孩则是推出圈圈、凯蒂、云二、桂桂、小安、君白、波波、西西。而轮到中信兄弟打击时，日本转播画面更特写因炸裂舞在台日爆红的啦啦队女神圈圈，让不少网友看完后大赞圈圈真可爱，炸裂圈圈。